分谁能跟我比？谁说我是个坏东西？成功招上我是天注定。谁说我是个坏东西？生存的本能谁能跟我比？谁说我是个坏东西？我怎么可能是个坏东西？这是大自然的法则，大自然的法则，一小万物都晓得，只有适者才能生存，适者才能生存，这小学课本都教过。像小狗很可爱，人间有人爱，会咬会叫会破坏，可是他不喜欢，真的他不喜欢变成你的午餐。来来来来来，开玩笑的啦。谁说我是个坏东西？生存的本能谁能跟我比？谁说我是个坏东西？成功招上我是天注定。谁说我是个坏东西？生存的本能谁能跟我比？谁说我是个坏东西？我怎么可能是个坏东西？这是商场上的定律，商场上的定律，做生意的人都明了，只要你有钱又有钞票，有钱又有钞票，让这个世界跟你跑。我要扩大我的公司，我要扩大我的工厂，我要扩大我的公司扛把。奉劝观众朋友，大家各管各，而我来管好我。挑战你继续。工厂要生产，就会空气污染，水质污染。需求无止境，污染破坏伤害都会跟着来。拜托，我怎么会是坏东西？谁说我是个坏东西？我是在创造经济奇迹。谁说我是个坏东西？看这只小熊真可爱。谁说我是个坏东西？这污染让慈善去。谁说我是个坏东西？我怎么可能是个坏东西？我看看，很多客人都来买进，公司收入日进千金，广告宣传都是假的，律师不听极力澄清，谁管是会被看罚殆尽，随便说说大家都开心，多坏。你说我怎么会是坏东西？